来写作业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志愿者们，所以这次志愿者们呢特意给六水坪小学每个人带来了一盏节能环保的台灯，所以从今以后啊，小峰跟弟弟再也不用在黑暗里写作业了。除此之外，即系又了解到啦，呢度嘅好多小朋友都系单亲或者系孤儿，所以佢哋特登为啲小朋友准备咗一笔助学金，资助佢哋直到行业结束。有多少零花钱啊？每天？有病吗？今天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谢谢他们。我哋嘅到嚟令到小朋友笑逐颜开，开心不知解咗大家嘅燃眉之急，亦都令到一片清新嘅今年之风吹入咗每个小朋友嘅心入边。